房间只有5平米，还有个不能砸的飘窗，如何设计？一，在飘窗台上定制书桌，设计可抽拉式桌面，看书写字时方便放腿。二，两边设计到顶开放格，摆平时常看的书籍，拿取方便。三，做整面储物柜，增加收纳，下方拉下来秒变一张床，当临时客房或者儿童房都可以，不用时收起来，空间瞬间宽敞。看看整体效果。